打印比基尼走光好容易。一个个圆圈仔组成的比基尼是由一间美国时装公司首创将 3D printer 融入时装，还说将来可能会代替缝纫技术。尼龙物料泳衣 N12 用 3D printer 的激光打印技术将尼龙融了，再逐层超翻埋，就变成这件比基尼了。雪白、强力、有弹性，就是这件比基尼的卖点。不过只是个 top 过1000港纸，还有一个个窿仔在这里，我比较担心就这么穿的话会走光咯。